来喝这几个啊，喝这几个啊，来。在八十五年的时候，我去捡一只鸭背几个。慈济在那时候地刚啊，捡一只就说，哎，来慈济啦！我说，吼，你卖给我，我就不用你卖给我。我讲慈济真好呢，在别的地方道场就没有慈济这么丰富。我的也想讲，哎，走到慈济应该可以学到更多。 在92年，我就参加了见习。有一次，柯桂美师姐，哎，你来这福田，我说好啊，反正人就咱冲啥，我就冲啥。啊，张福田也很棒，让我自己收益也很多。师姐，这里怎么这么脏？真的、哦，那我们要改进。 是不是要用水把它冲一冲？就像我们心中的不好的，我们是不是要用心划水洗涤我们内心的污垢，然后才会更清净？虽然有时候人不多，但我也体会到没关系。然后就是人少，这怕不会看到这样呢。无论做什么，你往好的想，你真的收益很多。 我走入慈济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而人生不要荒废啊，时间不等人，你不好好把握一年，当时间过去，你什么都来不及了，知福惜福再造福，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期许。